啊、哦，太贵了，我这个车不能超过10万块。啊，啥呀？哦哦，大伙一起买，啊，算组团是吧？啊，能便宜多少钱呢？96000。那行那行，那我买啊，我买我买。哎，不是，你先别给我登记呢，我还得跟我们家领导汇报一下。我们家领导就是我媳妇儿。对，哎，你说我说的这是什么颜色呀？哎，大姐夫，我一会儿出门，我穿双什么颜色的鞋呢？红色。红鞋？那我戴个什么帽子呢？绿色可以。绿帽子？不是，那我穿什么衣服啊？裸色。哎哎哎哎！啊，大姐夫，哎，来，这你快先挂了。哎、我回头给你打啊，回头给你打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呀？我一会儿见客户啊，你让我穿双红鞋，戴个绿帽子，中间裸着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干啥呀？你裸着，你敢裸着，人家敢看吗？你让我这么穿的呀？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穿了？你刚才说让我穿红鞋戴绿帽子。哎呀，我这跟人家打电话呢，人家告诉我汽车的颜色。哦，你这看车呢？啊，哎呦，大姐夫，你说看人家车你眼不红啊？你又买不起。不是顺风啊，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呢？怎么难听呢？那我怎么就买不起车呢？哎呦，就你那点工资你还买车啊？赵刚子、啊、我把话撂这儿啊，你买汽车那天就是我钱顺风买飞机那天。你说话算数？我算数。街坊邻居听好了啊、嗯、我买汽车的时候他就买飞机。对，听好了，我钱顺风买飞机，你别忘了啊。我忘不了。哎，等会儿问你事儿呢。啥事儿？我一会儿出去，我那双皮鞋搁哪儿了？你皮鞋多了，我哪知道哪双啊？就那双锃明瓦亮光芒万丈那双。你要穿个灯泡啊？干啥呀？你出去装灯啊？我装什么灯啊？我就是6000块钱我买的那双鞋。鞋柜里呢？哎呀，我一说价钱他就想起来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6000块钱买双鞋、哎、你说烧包不烧包？就他这双鞋够吃我多少年大葱的。哎呀 ，Hello， 哎呦，锃明瓦亮，味儿不味儿？味儿什么呀味儿？哎呀，哎，大姐夫啊，哎，你看这双鞋啊，我记着我买这双鞋的时候，我是身家百万，我今天就要穿上它，我重走辉煌路。哟、嗯，祝你这回的买卖辉煌了啊！能不能说点好话？辉煌你就一块儿说，还辉煌了。不是不是，大姐夫，你等，放下你的葱。干啥呀？哎，你看这双鞋，我平时也不怎么穿，好像怎么不这么亮了呢？能亮吗？这么好的鞋，你也不上油，也不保养的，真是。哎，大姐夫，啊，这是油啊，这是鞋啊。来，你帮我上上鞋。哎哎哎哎哎哎！钱顺风啊，怎么了？不是在这个家里，你让我给你干活，就这么理直气壮吗？行行行行，来、啊，啥意思啊？来，我给你20块钱，你帮我擦皮鞋行不？啊，咱俩都是女婿啊，这鞋你就不能自己擦吗？不是，咱俩是都是女婿，咱俩在家的位置不一样。怎么呢？你是干物业的，专门搞服务的，我是民营企业家，我是负责赚钱的呀。你看在咱们这个家里，你服务我赚钱，你看咱俩配合的多好。那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啊，我也赚钱呢。没说你不赚钱啊，你赚得慢啊，我赚得快啊。有首歌就是写的咱俩。啥？阿门阿谦一颗葡萄树，阿绿阿嫩绿的当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我明白了，你不是说我是个蜗牛吗？蜗牛，我告诉你，蜗牛爬得再慢啊，它总有一天能够爬到树梢上。对，等你爬上葡萄，早就烂了。拿着啊，自己干活。大姐夫，干啥？让你帮我擦擦皮鞋，怎么了？街坊邻居们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你听听。
我容易吗？我这辈子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房子首付压了我一辈子。不是大姐夫啊，你好好擦，我这笔买卖要谈下来有你的好处啊。哎，到时候我会越来越富，越来越富，越来越富，我就是咱们家的岳父。岳父来了，岳父，岳父，岳父，我一会儿出门啊，赶紧擦啊。哎呀，赵经理。哎，爸，为首付服务呢？你是不是要跟人家出去谈个买卖，让我帮他把鞋擦一下？你就这么惯着他吧？你以为你这是为他好呢？你早晚把他给惯出毛病来。为啥呢？为啥？你没看见钱顺风吗？最近是越来越飘，越来越嘚瑟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为啥呢？他不就是觉得他有俩钱吗？我告诉你这么点啊，啊，一会儿和我演一出戏。为啥呢？为啥？咱就板板他这毛病，治治他这脾气，我让他知道知道，在这个家里他到底算老几。行，听我的啊啊！一会儿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得顺着我。明白。千万别问我为什么。明白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就好办了。为啥呢？会。哎呀，这行，反正这事可以吧？那个刚子。啊，我刚才到福利彩票那个兑奖那地方去了啊，你昨天买那张奖券中上了，二等奖，奖金20万。我中了20万。对。为啥呢？你点子好。为啥呢？为啥呢？不是啊，自从我做生意以后啊，对钱这个字我听得特别真切。什么20万？什么奖券？我看看。岳父说话首富不信呢、哦、岳父说话首富肯定信，就是我大姐夫能中20万，我实在是不能相信。哎，钱顺风啊，怎么的，我就不能挣钱吗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挣了20万。你见过20万吗？有20万你都不一定会花。你太气人了，你，我告诉你我怎么花啊。来来来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怎么花啊。喂，车行吗？那个新能源车我要了。对，另外我问一下，你们车行卖飞机吗？有人让我打听一下波音747现在什么价格。啥？这人吃饱了撑的。我觉得他也是吃饱了撑的。不是，大姐夫，谁要买飞机？你呀、啊、我买不起飞机。你看，你不是说了吗，只要我买了汽车你就买飞机。爸，他说没说？刚说完我听着了。天方邻居，他说没说？买吧，波音747。你真中了20万呢、啊？我中了。哎呦，大姐夫啊，你有20万，你会花吗？哎，会。哎，钱顺风提出这个是个问题。刚子，你过来来啊。你这样，我是你岳父吗？是啊。我说话你听吗？听啊。听你就听我的啊。把你奖金这20万，你送给钱顺风。岳父，爸爸，爸爸，岳父。你英明，英明，英明！这不是什么英明不英明啊啊！当初咱们家买房子的时候啊，首付那20万不是你付的吗？我付的，是吧？现在刚才中奖中了20万啊，我让他把这奖金20万送给你，好，以后咱们家这个首付啊就不是你了。当初我们家买房的时候有点困难，你能挺身而出。拿出20万交首付，你是条汉子啊，你酷啊，你霸道啊。但是那时候呢，咱们刚子有点心有余力不足啊。现在不一样了啊，刚子有钱了，他火了，他有听了，马上就要发财了。从今以后，在这个家里，记住了啊，我是你岳父，岳父，他是你首富。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嗯，就是说火，我这回我上听了，对吧？我一把我就火了20万，是吧？以后我就是首付了。街坊邻居们，俺们家从今天开始，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？哎呦，我的小心脏哎！我跟你说，顺风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么难受呢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后边还有难受的。你说，你记住，你不是什么黄鹂鸟，我是，你就是一只小小鸟，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怎么也飞不高。这个剪辑房子还挺好，好，
不是大姐夫，哎，那行吧，那个20万你快给我，我现在正需要20万，我到处借呢，借不着。不是这个是这样啊，当初你是首富的时候，对呀、啊，你往外掏钱的时候，这么痛快过吗？没有，挺痛快的呀，我。不是，是不是有个程序？他每次都有个程序。哎，你按程序走。好，行，大姐夫，来、哎，你快坐下，你坐。啊，哎呀，你干啥？按程序走啊？哎、大姐夫你好。哎，你哪儿不舒服？我给你捏捏。哎呀，你呀，你捏我呀，还是掐我呀？我这不给你按摩吗？你这按摩太难受，别人受不了啊。你这样吧，啊、我这鞋有点脏了，我给你擦。哎呀，什么了不起的？快点！哎呦，鞋油啊！哎呦，鞋油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妈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往哪抹？我这袜子，你看你给我抹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擦鞋吗？这不是擦鞋，你也不能往袜子上抹呀！你这这……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你把这点鞋油，你得弄到鞋上。来，我这袜子上。哎呀，这行了吧？来！哎呀，这擦个鞋还……哎呀，我的妈！哎，不是你别，你没有你这么擦的，你怎么擦呀？你先一开始把它打匀了，然后你再啪啪啪啪打油，我这不就挺匀了吗？哎呀，你不怎么擦它这个？你怎么？哎呀，你这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怎么干呢？过来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怎么干呢？鞋都让你们弄埋汰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嘛，是吧？你呢，先上油，对吧？别着急，是吧？把油上完以后呢，你得慢慢的把它呀全给它打开，让满油都沾上去。这好，完了你得看着别人的袜子哦。当打开以后呢，然后你再这么打，明白不？还得这样打，明白不？啊，错了，没错吧？位置错了，位置很对。爸，我跟你说呀，今天还没怎么干活呢，这一擦鞋，膀子甩开了，还挺舒服的。你看你这样多好，现在你是首富，太好了。你起来，我起来，我是首富。来，对吧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来，别，你可一只脚霍霍吧。啊，一只脚。哎呀，你看你把我这袜子弄的。爸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一会儿人家都等着。哎，咋呢？啊，我给首富擦鞋呢。啥？给我啥首富啊？啊，咱家房子的首付啊！咱家房子首付不你吗？没有，从今天开始就我了。哎呀，啥情况啊？媳妇儿，来，是这么个情况，大姐夫手好啊，他买一张奖券中个2等奖，中了20万，人家把房子首付还给咱了。哎，还给你就要啊？哎，不要了，你咋的？那你缺钱呢？我没有，就正要借这20万呢，这20万来了，呵呵，哎呦，对，我还得赶紧把这约会给取消了，我这回去就是借那20万的。哎呀，喂，老黄啊，什么让我叫你黄总？我凭什么叫你黄总啊？我不就是借你20万吗？哎，小黄啊，我说你好好想想，我就借你这20万，你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，哎，怎么着呀？你想啊？什么？对，我今天不去了，正式告诉你，20万我有了。哦，菜都上来了，自己吃吧，自己付钱。大老板的气势。还搁那儿忒忒的乐呢？怎么了？心咋那么大呢？怎么的了？啊？啊，你知道你在我们家这几年为什么这么叱咤吗？那前世说我优秀啊。你谁给你的自信呢？啊，来，我给你今儿上一课啊，对比一下。大姐夫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来。啊，小李干啥呀？来，你俩站一块儿来。怎么的了？对比一下啊，在这个家里我问你啊，炖海拔你有人家个高吗？好像差不多吧。差一块呢。你有人家眼睛大吗？好像差不多吧。你使劲瞪都没有人闭上大。你长得颜值有人家好吗？好像也差不多吧。别好像了，差老远了。那就相当于我大姐夫站楼顶上，你直接被拍地下室去了。还有啊，再看咱家这3个男人，来，爸你也过来一下，来。哎呦，我的事儿啊。现在这个家里。这个是岳父，这个已经从大姐夫升为了首富，你就是我丈夫。我明白了，从现在开始
你从贵妇变成了怨妇。咋的？你还不服吗？我服了，怪不得刚才街坊邻居们一喊首付是他的，我这个心像针扎了一下似的。我比你扎的还疼呢。你就琢磨，你说挺好，一首付你给我整没了，然后让我在家里还怎么横晃啊？啊，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呀、啊？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夫？我怎么征服小米粒啊？对呀、啊。我怎么在我爸爸面前以后耍驴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我二驴子成二驴子，是不是在江湖上消失了？那以后你该驴还驴。驴的不硬气。哎呀，二姑娘啊，哎，听爸听爸跟你说啊，你都在咱们家驴了几十年了，够辛苦的了，是不？是吧？以后吧，你接着还驴，没事，别这么伤心，嗯，别难过啊。刚才那个事儿是我逗钱顺风玩呢，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。我不信，真没那么回事儿。没这事儿，爸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？没这事儿啊，不哭啊，没这事儿、哎，没这事儿就好了。没这事儿，那二十万根本就没有啊！大姐夫，你奖券呢？我从来不买奖券。二十万，我必须得到手啊！我今天得给人家交钱签合同啊！你不找那黄总借了吗？对对对，黄总，我还借什么呀我呀？我平时这黄总我都当爷爷伺候着，我今天就让他找黄了都。还能借给我吗？哎呀，我说爸呀，大姐夫，你俩可就坑死我吧！哎呀，爸呀，大姐夫，你俩这玩笑开的真是有点……哎呀，这公司都没了、哎！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，这怎么整啊？你说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姑娘，你别哭啊！别哭！哎，我没想到，大姐夫，从这一声叹息当中，我听出来你肯定有办法了，快把办法告诉我，四娃。哎。这张卡里有二十万，你拿吧。假的吧？钱顺风啊！啊，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就不能有钱呢？你哪来的二十万呢？你爸给的我二十万。偏心眼儿。不是，我是他岳父，他说的那个爸不是我这个爸，他那个爸是他自己的爸。我爸爸给了我二十万。哦，就是养鸡那个。对呀、啊，怎么、哎、你不是瞧不起我爸吗？他怎么？我还告诉你啊，我爸继承了我爷爷的遗志，在家回去就养鸡啊。他养的不是一般的鸡，那是他养的是斗鸡。斗鸡，今年挣了120万。哎呦，我爸把这零头20万给我了。哦，零头给你了。嗯，他怎么不把整头给你呢？那没给，他说这100万得留着给我找一个后妈。那你爸是真有正事儿。我爸在这方面不如咱爸。我让你夸我了，顺风啊，这是你，我跟你说实在话，哎哎，这里边本来啊有20万，哦，我呢想拿出10万来呢买一辆车，哦，另外10万呢本来就打算给你，你看当初咱们家这个房子首付是20万，对对，我也是女婿，你也是女婿，对，按理说咱俩应该平分，当时我不是没钱吗？对吧？正好你现在不是缺钱吗？啊、哦，来，这里边20万、啊、一分没动。你拿走，那你这车就买不成了。没事，车不要紧，你先救你这个急。另外你放心啊，啊，咱们家这个房子的首付的名誉称号、啊、在外边永远属于你。我不好意思。是，这是顺风啊。哎，爸，你看看你大姐夫是怎么说的，是怎么做的，是，你再想想平时你自己，是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是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是，和谐才是咱们的家风，记住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是你岳父，是，他是你姐夫，姐夫，他是你媳妇，媳妇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哎，你永远是咱们家的首富。不是，爸呀，大姐夫，哎，从街坊邻居那儿我还能这么说吗？你试试去。街坊邻居们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受不了了，大姐夫，哎，我还得忙着呢，抓紧时间把鞋给我擦干净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给你擦。哎，你给我做饭去。哎，我抓紧时间。